先玩一个就是猪狗人，好，好，好不好？刚刚那个，对他们刚刚没听到嘛，稍微解释一下，就只有三句话，要教了，这样我们才有胜算。好，不行了，要教了。反正就是三句话而已，你不是猪，你不是狗，我是人，就是三句话，好吧？那就从立冬开始好了，从你开始。好，你不是猪，你不是狗，我是人。太久了吧？你不是猪，你已经输了，太久了。我是被那个场外说，哎，要拿麦讲，打断了。对，少来。你怀疑自己是不是人？啊，统一嘛，好，统一好一杯，你开始。好，你不是猪，你不是狗，你是人。答错了，我是人。是人。哎，没进名单。没进。又处罚。这个处罚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处罚是什么？纯的这个啦，这个啦，这个好，我跟你讲，喝了我跟你讲，北泡泡玉米的，正点的，舒服的，养颜圣品。来来来，青草茶，要干杯的意思，不是免疫啊，你放心。正常的免疫，随意喝就好了，正常的。怎么样？哎呦，好喝吗？好酷哎，超酷的。他今天要来点酒吧，因为这是惩罚。他感觉酒量很好哎。对啊，你那个姿势那个。感觉很豪迈。哦，太好，那你先。你不是猪，你不是狗，我是人。你不是猪，你不是狗，我是人。你不是猪，你不是狗，我是人。你不是猪，太慢了，太慢了，你就是猪，太慢了，嗯。吃梅精，吃梅精，什么东西？直接用吃的梅精饼干。我宁可喝苦，我以为是海苔饼干呢。对呀，那个会，那个会，这太像了。结果是什么？什么饼干？梅精饼干，梅精啊。啊，哦，梅精，哎，那个像宁可喝苦茶，那个酸呐，梅精。真的吗？它会很酸吗？很酸吗？苦辣，各种。梅精会说话，你要临风哦。吹动我的头发，这是韩国很流行的一个联谊的游戏，就是示范一下。好，就是用嘴巴含住卫生纸，然后一个接着一个，然后因为最后一定会很湿或很小块，最不敢传的人就输掉了。哦，会传到很湿啊，就有的人口水很小，一口水啊，而且有的可能心机很重。就会把它吃掉，然后剩一小块这样。哎呦，你先点，我先点，哎，谁推我？不要自己报名啊，太明显了吧？太不卫生了吧？这个是这位女人，是这个女孩子，空灵空灵的少女，谢璇，他们今天没有贴名，谢璇。你叫谢璇，我以为你叫谢贤，就谢璇。好，来，当中指名一位。这好尴尬，在指不会啦。哎，你已经选好了，都很漂亮哎。所以呢，选太久了吗？啊，那我每个都认真选，他每一个都想认真选，我选他，我怎么样？你们两位来。你们两位在张立东左右，没有了，培培跟那个对，张立东左右，培培我们玩一下，就是要你们的了哈。培培跟恰恰，好，他每一片名牌，你记得他叫培培啊，我们认识啊，我早就认识。来，曲哥，曲哥站中间，来，曲哥，曲哥嘛，我也要玩，可以玩，可以玩，曲哥你可以玩，你已经不爱老，三男三女，对。然后，曲哥，曲哥在看哪里？曲哥，有这么近吗？要撕掉吧。要撕下来，对对，徐哥要撕掉，对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们两个在家里玩吧，你叫你传给我，我传给我，什么时候轮得到？还可以传啊！可以传，可以传，可以传，可以传啊！这个，那我怎么办？我没有，立冬你我，我为了节目，为了节目。立冬，佩佩，你把它吐在脸上。立冬那个脸爽的嘞，立冬，做球给你，立冬，球已经做到这边，我太小了吧？灌篮了，立冬。你的没有撕掉，没有撕下来啊！你要咬住，对，
对，你咬的那个部分要把它撕下来。嗯，哎，哎呀，可以。等一下是不是还要传回来？对。哇哇，画面好美哦！这个画面，这个游戏好开心啊！紫薇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抱全身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？到底要喝什么？你快决定啊！你知道我喜欢少爷？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？学姐，你肩膀这么重，来，快把我弄掉！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是看我。没有。再给你们喝。吃坏肚子，那很严重哎。